不引完号的沉默，造成中非双方彼此支援推动革命的初步计划失败后，不久，孙中山先生又帮本社在日本洽购到第二批军火，但因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而一直无法运往菲律宾。孙先生就和本社商量，不如先借用这批军火供中国革命党起义。本社慷慨地答应了，孙先生便设法将之运去中国，以供郑世良在惠州起义时用。谁知由于军火商中间人中村弥六设的骗局，这批所谓的武器竟然全是一些废铁，遂造成了惠州起义的失败，而中非革命的合作便也宣告结束，只留下这段感人的故事，存留在两国的革命史籍中。历史是延续不断的，中非革命党员相互支援的革命事件虽告失败，但在双方爱国志士不屈不挠的奋斗下，菲律宾最后获得独立，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，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，在经过十次的失败后，终于在第十一次武昌起义时成功地推翻了满清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大家都知道，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，其主力是在海外，因为华侨是最爱国的，海外华人也是最懂得自由民主的可贵。华侨不但捐献财产支援革命，还有许多年轻人回国参加革命工作，因而牺牲了宝贵的性命，所以孙中山先生才会说，华侨是革命之母。我们中正学院的创办人王全生校长，他十九岁时便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，后来并到海外推广文化建设。对日抗战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，他更奉当时蒋中正委员长之命，前来菲律宾从事培植精英，为国储备人才。他先是创办了朴智学校，提供小学课程，后来为了传授华侨子弟更完整的知识与品格教育，他决定集合侨社力量创办一所中学。于是他趁着回国觐见领导全民艰辛抗日的蒋中正委员长时，向他请示将以中正作为校名，得到蒋委员长应允之后，在获得十多位侨领的全力支持，于1939年6月创办了中正中学，同时也以蒋中正先生的诞辰10月31日作为我们的校庆。然而创校才三年，日本大举侵略亚洲各国，太平洋战争蔓延，飞岛沦陷，中正校舍被烧毁，校产被掳掠一空，学校只能停办，但是却激发了全侨的满腔热血，许许多多的爱国中正师生纷纷投入抗日行列，或参加游击队，或义卖筹款买战机，
或从事宣传等等特工工作。我们的学校就有14位英勇的师生，杀身成仁，壮烈的为国牺牲了，是我们所有中正人所敬仰的烈士。学校的杨浩园里就立有纪念他们的纪念碑。今年高中第10届校友们为了纪念他们的毕业60周年，还特地把烈士纪念碑重做一番修葺，使周围更加庄严优雅。1945年，残暴的日本军阀忠告战败投降，飞岛光复。在全体中正人的积极努力下，中正复校了。1948年8月，同字形的校舍建成了，并且迅速发展，生数年年增加，中正中学如旭日东升，中正成了全非华青求学的首选学校。1949年7月10日，蒋中正总统应菲国吉里诺总统邀请，来菲律宾必要做国事访问。吉里诺总统还把自己在必要总统府里的房间礼让给蒋总统住，吉里诺总统自己则搬到图书室里去。在纷扰杂乱的当时时局里，蒋总统在必要度过了松涛轻浮的几日，和菲律宾政府总统与各部官员商讨了国家大事，也与一批批的侨胞亲切会谈。我们的王全生校长也率领了鲍副校长、世天、周冰心主任以及中正学生李习明、林荣山、许玉毅、李慧秀等人前往碧瑶觐见蒋总统，并献上觐见锦旗一面，以及我们刚建好启用的同字形木质校舍照片。蒋总统来碧瑶访问时，我们的校友李丹白，就是现任华侨协会非分会会长李九寿先生的令尊，还担任蒋总统的侍卫长，这是极其光荣的事。到了1955年，为了培植华校的师资，王全生交付鲍世天副校长创办华侨师范专科学校。华侨师范专科学校附设于中正中学里边，培植更多的中正人走上非华信坛。而我们敬爱的创办人王全生校长不幸于1963年3月16日离开了我们，回归天家。为了纪念王全生校长对母校的贡献，我们建造起全生文教纪念馆，里边设立中正图书馆以及全生培幼园，一方面教育幼儿，一方面也培训了大批的幼教老师，投身于各个学校的幼稚园。1965年，中正更上层楼，鲍世天校长将师专扩办成教育学院，接着中正小学也正式开设。于是从培幼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部以及后来的硕士班、研究所，中正完整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。而在校园中，介寿馆、师田大楼、校友楼、启泰楼、正友楼、乐玉楼、
一座座水泥大厦相继完成。学校本部校园有七座巍峨校舍围绕，莘莘学子弦歌不辍。于是当人类跨进千禧年，我们发动捐建的中正大学楼，在全体中正人的热烈支持下宣告完成。巍峨壮观的十层高楼矗立在离学校本部一箭之遥的 Nara 街，大学部各院系日增完善，中正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飞华最高学府。母校能有今日的成就，也应该感谢历任校长、院长们，他们的无私奉献，他们的全心全力投入办学，才使得母校从中正中学一直到75年后的今天辉煌灿烂，巍然卓立南方。时间是条永不停滞的长河，我们热烈庆祝过创校50年的今夕、60年的壮夕和70年的百今夕。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庆创校75周年大庆。但愿全体中正人一本亡故校长的办学理念，继续努力，以完成美好的中正梦。